橙色線入地線，黑線是俾佢行嗰個 DVD 嘅影鑊嘅。跟住呢個 camera 嘅，因為攬呢個係攬尾 camera 線 input 電嘅。這個呢藍色是前面 camera 的出電給出電給前面 camera 的藍色，是如果你沒有用到這個藍色沒有前面 camera， 你要 bypass 這個粉紅色的，要 bypass 給它，有用到的話就不需要 bypass， 沒有用到就是 bypass 前面 camera。都有去做啲喎，嗰度嘢好好難選。你試夠未？OK。今日